生万圣节单身无聊扮狼人夏姆。这么红润，你最近恋爱的话，像我前阵子呢也是恋爱的，因为最近跟阿霞恋爱。不会是苹果木瓜霞吧？呵呵。是阿霞，非彼阿霞，就是雪花秀的无瑕光感气垫粉霜。汪东城昨天为代言的保养品担任一日店长。不敢说自己是男神，你可以叫我男神，哎，对，男神经还不错啦。他前阵子跑去韩国济州岛拍电影。济州岛好玩？哦，济州岛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很好玩，然后还带泳裤啊什么的去这样。济州岛嘛，就想说，应该是一个热带岛屿国家。结果一去，哇，超冷，然后穿短袖，发现完全没有带长袖衣服，就哇。每天皮皮穿。喂，济州岛非巴厘岛好吗？是说他平常就 cosplay 癖好，万圣节这天还能怎么搞？我告诉你啊，我 cosplay 可是专业啊，跟我说啊。如果有看我微博或那个 IG 的话，会知道我有放一张狼人的便装。对，然后我妈昨晚在家里用的吗？在家里试个妆，这样就弄了一半，我妈醒来，哎呦！这是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就是半夜不睡觉一直在玩这个，然后被他念这样。所以就在家这样办完，然后再卸妆去睡觉。对啊。哎，男生男子啊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就狼人的头，就皮卡丘的手机壳。对啊，很违和。报道。